事件擾攘到而家仲未解決，直接對話商討解決方案，否則唔會撤退。政府回應：善豐花園大廈外面，佢哋不滿事件到而家仍然警員發生碰撞。沙梨頭海邊街，佢哋瞓喺街上面唔願意離開。我哋要見特首。如果特首唔嚟，到底？呼籲業主要保持克制，翻返去行人道上面。但業當作佢對我哋所謂有人隱瞞咗事實。這件事件，呢個係我哋嘅一路以嚟嘅訴求。長官對話向行政長官辦公室同埋公務局查詢。大家好啊！今集咧，我同 L 咧就嚟到位于澳门沙梨头海边大马路呢度啦。咁咧对面就系咧，本来系1994年落成楼高30层嘅善豐花园啊。咁咧，佢嘅承建商就係由呢個澳門巨富何榮標嘅何泉記公司咧，咁樣收樓驗樓師為呢個前特首崔世安嘅親屬嘅。咁樣咧，呢個咧亦係今集要講解嘅善豐花園事件嘅所在地啊。咁樣呢座大廈咧，曾經喺2012年。發生個爆柱事件嘅二樓停車場咧，嗰個主結構支柱爆裂啦，200多户嘅住客啊要緊急撤離嘅。咁當時嘅香港大學嘅檢測報告發現咧，有一條水泥柱喺嘅強度咧只係正常嘅三分之一嘅，隨時列為危樓嘅。咁樣所有嗰啲咁嘅業主要即時撤離家園啦，一別就去咗至少6年啦，無家可歸啊！咁咧期間咧更發生呢、這個發生過呢個善豐業主因為不滿政府辦事不力咧而發生呢個佔街事件嘅。咁樣善豐業主咧發生喺第二次嘅佔街事件咧當中咧有人被捕啦。咁樣咧，奇怪地咧就係、迅速咧，獲得多位嘅善長人翁啦，包括呢個應屆立法會參選者同埋呢個善豐花園作為大業主嘅機構咧，資助去重建啦。重建咧就係、小業主要支出其餘40%嘅，咁樣約每户50萬澳門幣。作為呢個重建費用嘅，咁樣咧，啲業主見到有一啲咁嘅善長人翁嘅出現咧，就個態度咧隨之突然改變啦，亦傾向唔提出法律追究啊，咁樣指出有多個理由去解釋嘅訴訟勝出係點困難啊，咁啊一夜之間咧就堅決反對呢、這個。討回公道咧，到放棄啊！甚至放棄咗支持咗佢哋嘅市民啊，等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好怪異啊！一個轉變，咁咧更有人指出咧，佢哋嗰啲業主咧只為求呢個上樓啊，咁啊市民同埋呢個爭正義都被佢哋利用啊，唔止一次啊！咁樣2018年10月嗰陣時咧，嗰、那個善豐花園正式啟動呢個清拆重建工程啊。到2020年嗰時咧，善豐花園咧因為呢個江門同鄉會收回1億嘅資助啊，同埋呢個商人胡順謙亦都收回呢個5000萬嘅資助啦，墊底啦。咁樣咧，善豐花園嘅重建項目咧，再度成為一個現危啊！一度惹嚟呢個爛尾樓嘅驚魂啊！最終咧，由各小業主自行籌款解決啊！
包括咧借貸銀行啊。咁咧可能咧因為民間壓力過大咧，同埋要需要有代表去平息民憤啊。咁咧澳門政府咧就係、以追究事件責任嘅名義咧，之後咧展開咗收回處理事件產生經費用嘅訴訟啦。咁樣到到上年嘅年初嗰時咧，那個裁判院係判呢個政府勝訴啊，判咗善豐花園嘅建築商何榮標啊、項建啊嘅蘇豪匯投等投資者啊，咁多個被告要負上呢個責任啊，賠償3800萬嘅。咁2022年嗰陣時咧，善豐花園咧重建工程咧終於完結啦。咁呢個收樓程序咧係呢個5月30日至6月2日進行嘅，為期4日嘅。咁講到善豐花園呢件事件咧，窮 L 有幾點感想想作出嘅。咁咧，善豐花園係作為呢個豆腐渣工程啦，偷工減料啦，反映咗澳門為危樓嘅存在嘅問題啦。但係當地嘅政府咧就係漠視不理啊。咁咧，第二點就係咧，嗰日江門同鄉會咧為咗爭取民意咧，入選應屆澳門立法會咧，有加依呢個捐助之嫌啊。咁樣咧，澳門咧欺善怕惡同埋識人好識字嘅呢個社會文化咧，深入民心啦。就喺同埋澳門自呢個賭權開放之後咧，市民咧對個人嘅物質追求咧，往往大於呢個長遠嘅大眾利益啊。咁樣咧，現時呢個重建後嘅善豐花園咧，樓價接近10000元一尺嘅，咁樣咧好多業主咧都深感滿意啊！同重建之前上街抗議嘅態度完全係差天共地啊，完全係兩回事啊！咁樣咧，善豐捐助事件咧，盡顯部分澳門人嘅澳門大眾急功近利嘅心態啊！咁除此之外咧，澳門政治咧看來一向都係混亂嘅。之前咧，同 L 都出面講過，澳門立法會立法會冇咩作為嘛。特別澳門有幾千間受政府資助嘅民間社團啊，大部分議員都係呢啲各社團嘅代表啊，所以喺立法會嗰度好少出現反政府嘅聲音啊。咁咧，就係善豐事件啊！睇到好多立法會參選者喺競選之前咧，對市民作出各種承諾啊，但係當選之後咧，從來冇兑現過。咁樣咧，澳門同善堂咧係呢個善豐大廈嘅大業主啊。咁咧嗰個理直啊胡姓商人宣布咧捐款5000萬後咧，令到上街遊行嘅小業主咧一夜之間轉態，放棄對事件討回公道啊！啲咁嘅奇件啊，可能只係喺澳門先會出現嘅。另外咧，盛傳呢個善豐大廈咧，其檢修嘅工程師係呢個特首崔世安嘅親屬啊，再加上呢個同善堂持有呢個善豐大廈多達30多個單位，同埋呢個同善堂理直啊主席崔世平亦都係特首嘅親屬啊，咁令到呢件事件更加巧妙啦，就唔需要再多講啦。